好的，今天非常荣幸哈，也是那个，咱们加拿大中国妇女互助协会的邀请哈，给大家做这么一个讲座。那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如何光荣退休。首先呢，我做一个免责声明哈，我们今天的讲座呢是分享信息，不构成这个法律、理财还有税务的意见哈。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独特的情况。如果您需要的话呢，可以单独再联系我们。这个刚才也介绍过我了哈，我再简单介绍一下。我的中文名字叫王威，英文名是 Yvonne。我是有18年的金融从业经验了。一共有4个牌照：公募基金的、私募基金、保险，还有国际信托。我呢是 MDRT 百万圆桌会员 ，TP 信托架构师和财富传承师。CRA 国税局的注册报税师，我呢会结合着这些哈、像税务的优化呀、信托、法律知识，给咱们华人朋友，尤其是咱们中老年的朋友哈，量身定制我们自己的理财的全计划。那可能有人就好奇了哈，什么叫理财全计划呀？你看一下哈，现在屏幕上这个北斗七星图哈，理财的全计划呢，其实是包括7个方面的，像信托、保险、减税、投资、退休、遗产策划和子女教育。那只有我们全面的考虑到这7个方面呢，才能算是一个全面客观的一个理财的全计划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是讲这块哈，退休。如果以后有机会哈，我还会给大家讲其余的6个计划。今天呢，我们主要内容是讲退休哈。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会分2期上下集哈，2期。今天一次，然后还有星期二同一时间哈，还有这个下集。我们今天呢，主要将还有加拿大退休的这个福利体系，就是咱们都能拿到哪儿的钱，基本上这2块哈。那我们下一集呢，就是星期二，我们会讲这个养老福利的4个致命的错误，还有这个制定退休计划的时候需要注意的4个问题。比方说像通货膨胀啦、人均寿命越来越长啊，然后投资回报率的这个顺序，包括定期取钱对我们这个投资的这么一个影响哈。那今天我们先讲这个前面这2个话题。今天呢，咱们这个讲座的目的呢，就是说揭示着咱们这个投资的规律哈，擦亮您的双眼，让您能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，帮您看到一个大局哈，开阔您的视野。最终呢是帮您可以制定并实现您的这个退休计划，可以成功的退休。那首先我们说哈，这个光荣退休有3大敌人。第一个呢是税务，就是咱们交的税哈。第二是通货膨胀，第三是没有计划。那首先第一个就是税。我们都知道哈，加拿大是万税之国哈，全世界都有名的，是世界上赋税最重的国家之一。那加拿大的税呢，又分联邦税和省税这2块。当然我们交的税也不是白交哈，它会投入到像医疗啊、教育啊、国防等等哈。加拿大人呢，差不多要上缴自己收入的1/3以上用来交税了。那加拿大呢，也是特别有意思哈，特别会自嘲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节日，叫税务自由日。叫 Tax Freedom Day。今年呢我查了一下哈，他每年会做一小台历哈，今年呢税务自由日是6月15号，也就是说呢，在这个日期之前呢，您赚的钱都不是给您自个儿的，是给这个 CRA 税务局赚的，
所以这个特别可怕哈，这样就直观的显现出来了，这个税务哈会吃掉咱们很大的一块退休金，所以非常严重的影响到我们这个退休生活。那第二个敌人呢，就是通货膨胀了。那这个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哈，尤其最近哈，就是喊得很厉害哈，各种加息。那通货膨胀它其实很可怕哈，它会悄无声息的就侵蚀了您的资产了。那2020年这个疫情以来哈，咱们这个通货膨胀急剧上升哈。我们可以看左边这个图哈，这个是1916年到2022年现在的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曲线哈。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像战争时期很高哈，曾经到过十几哈，非常高。那近些年呢，近几年其实属于低息时代哈。那疫情就打破了这个，我们可以看啊，这2020年哈，一下子嗖的一下就上去了哈。那最高的时候呢，已经到了8%了。那现在呢，政府加息哈，把这个通货膨胀给它降到了7%左右，希望它能继续降下来哈，降到一个现在的目标是降到2%左右哈。那个2%是近些年哈，大家可以看，这近些年比较正常的是在2%。这个通货膨胀呢，其实是也是严重的会影响我们的退休大计哈，因为它影响的是咱们的购买力，就是这个钱它值不值这么多钱。比方说咱们今年，2块钱买一个苹果，明年就得花3块钱了，这2块钱就买不来一整个苹果了。这个差异就叫通货膨胀。如果说呢，咱们每年的收入增长跟不上这个通货膨胀的话，那其实您是很难去维持您现在的生活水平的。如果说对您的投资来讲呢，就是务必确保咱们投资的回报率是要高于通货膨胀的。像咱们最近哈特别火，这个大家都在买定期存款哈，那个 GIC，觉得特别安全哈，就是这个定期的存款。但是可以说您的资产呢是非常安全的，在贬值。因为它是赶不上通货膨胀的，而且它永远是赶不上的，这就是一个规律哈。那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人其实是很喜欢买这定期存款的，尤其在中国的时候哈，就形成这个习惯了。但是这个其实是需要矫正的这么一个投资观念。第三个呢，就是咱们没有计划，就像我们给您举个例子哈，就像我们说是学习、工作，甚至说健身、减肥一样。如果说咱们没有计划的话呢，就会随波逐流，碌碌无为，时间飞逝了，但是最后没有成果。那退休更是这样哈，它更需要计划，它的后果也是更严重的。我们做计划的时候呢，要看您的这个流动现金有多少呀，然后固定的资产负债有多少呀，现在的收入有多少，然后现在每个月您需要花多少钱，打算多少岁去退休，退休了之后。您这个各种资产呀、负债呀，包括孩子是不是不需要抚养了，这些是不是有变化了？那每个月我们那会儿退休的时候需要多少钱来维持现在的生活水平？这样反推回去，我们就可以去找到一类或者一些投资，不同的投资类别，包括回报率，甚至一些保险的保障，这样可以保证我们可以。顺利的退休，达成我们这个退休的梦想，这都是需要提前很多年去计划的哈。不是说咱们今天说了，明天就能实现哈。它其实是需要一个时间，需要一个过程的。退休计划呢，咱们做的时候也不是说记个流水账哈，是跟我们理财师经过充分了解您的情况，详细的去分析，然后制定一个您够得着的一个可行的计划。就像我们这个健身教练哈，他会给我们制定一个我们身体能承受的这么一个计划，然后不停的督促我们，按部就班的分批分段的去执行，那最终就一定可以完成咱们的这个退休目标。但是呢，遗憾的是哈，在加拿大只有20%的加拿大人是有退休计划的，其余的人都没有。那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哈，现在正在退休的加拿大人面临着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哈？这个理想哈是很丰满的哈，理想的退休生活非常的美好，喂马、劈柴、周游世界。但是现实呢，却是我们时刻关心着粮食和蔬菜的价格，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写照哈。
那所以就有两个灵魂的拷问了：我有没有足够的钱过上我理想的一个养老生活？第二个呢，就是我这些钱它够不够花一辈子呢？这是两个问题哈，大家也可以自己问问自己，自己属于什么阶段哈。所以说哈，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太骨感了。那现实呢，就像一盆冷水哈泼了下来。那加拿大人呢，他现在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这种高质量的生活，但是也有着前所未有的这个高负债啊，高的赋税啊，包括老龄化严重啊，公司的养老金急剧减少等等等等这些问题。那现在退休人士呢，都是这个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哈。也基本上还是上有老下有小，可能还要这个支撑着自己的父母还有孩子的一些生活费用，压力非常大的。所以事实证明哈，咱们退休还是要自己靠自己，我们得给自己做计划，然后呢给自己存这个退休金。那当我们退休了以后哈，有足够的时间去享受生活了。想做做园艺呀，装修装修房子啊，出去旅游啊，特别的美哈。但是我们有没有足够的钱去享受这样的生活呢？那如果说咱们是移民哈，咱们基本上都是移民，那工作的时间和居住的时间都不够长的话，那您的这个养老的福利会比较少。后边我们会具体讲到哈。那如果压根就没工作过的话，那可能会损失绝大多数政府的养老金了。所以就是更需要从现在开始哈，存养老金，做稳妥的各类投资，将来就可以支撑我们的这个退休生活了。我们就来看一下哈，在加拿大退休的话，有哪些收入是可以拿的？首先我们看右边这个饼图哈，这个是统计局做的一个统计调查，加拿大人的退休收入呢，主要是就是都来自于哪儿哈？那最大的一块呢，就是红色的这部分哈，39%是来源于政府的，像这个老年金呀，这个政府养老金呀，就是 OAS 和 CPP 哈，差不多各占一半儿。其次呢，就是黄色的部分，这是属于私人养老金，比方说像公司的养老金呀，个人买的养老金产品等等哈，像 RRD 哈，这个退休储蓄账户。少得可怜哈，只占到2%。那近些年呢，这个公司养老金就黄色的部分减少，那绿色的部分是逐年有些增加的哈。这两边是此消彼长，也就是说公司不管我们了，不给我们很多的养老金哈，那我们自己多存一点，就是这么一个效果哈。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白色这块哈，15%是来源于工作收入，这个特别有意思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其实有很多退休人士的退休金是不够用的，所以还要去兼职，还要再去工作，然后再赚一些钱哈。像我们可能看到过，像超市啊，还有一些这种服务行业，会有一些年纪大的人还在工作哈。不光是咱们华人，还本地的白人也一样，可能他们的问题更严重一些哈。那可能兼职的人会很多。下面一块呢，就是投资收入，这块蓝色的这块11%是来自于这个投资的收入，这个就像我们自己做的一些投资，比方说我们中国人喜欢买房子，房产投资，还有中国人喜欢的这个分红保险，都属于这个投资收入这一块哈。那我们左边呢就罗列了各种哈，我们现在就逐一的来讲一下哈，这些都是什么。首先第一个叫。住出来的老年金，OAS，这是它的缩写哈。那如果这个呢，就是只看这个居住时间，它并不看咱们是不是工作之类的哈。如果我们在加拿大境内来养老的话呢，那我们住10年以上就有资格领这个 OAS 了。如果我们是住20年，如果我们是要想去中国养老。或者是美国哈，反正是加拿大以外的国家去养老，那我们就得住20年才有资格去开始领这个钱。如果我们住够40年，但是对于移民来讲是相当困难哈，除非是很小就在这留学生那种哈。一般来讲，我们来的都比较晚哈，住满40年是满额。
目前2022年的满额呢，个人是685，家庭是1370一个月。如果说我们住30年，就是四分之三乘以这个数哈，它是等比例的，这个就比较好算哈。那这里边需要提醒的是呢，咱们对居住时间一定要在意一些，要管理一下。我们之前有个案例哈，一对老夫妻去申请这个 OAS 老年金了，他们住够10年了。然后呢，这个老太太就没申请下来，老头儿就申请下来了。后来一查呢，因为他查出入境记录嘛，一查这老太太某一年在加拿大的居住时间不足6个月，等于她就是可能就差几天哈，不是说差很多，那等于她差了几天，一下就得再等一年，她才能去申请了，就挺亏的哈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，其实她的要求也不算苛刻哈，在加拿大境内。住超过6个月，每一个自然年哈，超过6个月，这就算作一年，这样10年就可以领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这个居住时间哈，别一下回中国待的时间太长了哈。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呢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的收入，退休之后的各类收入哈，不光是工作收入，可能投资收入或者一些只要是既作收入的这些钱，如果超过一定的额度的话，这个要退回去一部分，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规划的一部分哈。我们下集的时候，下一期会讲到具体的案例哈。那样的话呢，其实我们本来这个养老金就没有想象的多哈，就一定要确保自己该拿的钱能拿满哈。所以在规划的时候就很重要。其实是很多的，您手里拿到的钱并不所有的都算是 income 的，都算收入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就需要规划哈。那第二个呢，叫低收入补助金 JIS。那这个呢，是跟刚才那个老年金哈 OAS 是捆绑在一起的。您不用特殊去申请哈，您就申请刚才那个的时候，如果收入低，它自动发这个。它是只看收入的，收入越低呢，咱们的补助越高，而且这补助不用交税，这个是非常特殊的哈，别的补助其实别的那些收入其实是要交税的哈，这个不用交。如果是咱们是单身的人呢，年收入低于2万块钱，我们领刚才那个老年金的时候，如果是满额领的话，那这个 JIS 这个补助呢就可以再领一个1000块钱一个月，这还是非常多的啊。那如果是已婚者呢，就一个家庭的话呢，他就看年收入要到27000左右哈，低于27000。然后配偶刚才领刚才那个老年金是满额的话，那这个 JIS 呢，他可以可以再领600块钱一个月。如果说咱们家收入就更高一些了，就接近5万块钱了哈，那配偶如果说没有领这个 OAS 的时候呢，那这个 JIS 就能拿到一个1000块钱一个月。这块儿哈，家庭这块儿稍微有点复杂，这些福利其实都是跟婚姻状况还有这个对方领的钱多少，包括领了什么福利是有关系的哈，它就是起到一个相互调节的作用，基本上啊，一个原则就是避免一个人领的补助太多，就这么个意思哈。这只是举个例子哈，这块儿是有个公式的哈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私下再来问我了。哦，还需要注意的是，这个 JIS 如果咱们离境半年以上就不给了。所以就是综合前面也是哈，咱们离开加拿大最好不要超过6个月，否则会比较麻烦哈。包括咱们医保卡哈，也都是不要超过半个月，不要超过6个月，一年里边不要超过6个月。第三个呢，叫干出来的政府养老金 CPP。这个呢，就是说咱们必须得是工作，得是干出来的。它是看咱们工作的这个时间，还有交了多少钱来定的。它也有点像咱们中国那个统筹养老那种感觉哈。如果您是上班的，那每次在交税的时候哈，这个它会自动的每个月哈去扣除咱们这个收入的一部分，强制存在这里边，等于是统筹的养老哈，全加拿大统一的。雇主呢和个人。各扣5.7%，如果说是自雇的话，哈，自己也是老板，也是干活的，那我们就一次是2倍，哈，11.4%就扣除了。收入低于3500的时候是免交的，而且它有个上限啊，
就是您挣钱超过6万5了，您比如说挣10万块钱了，它也是按照6万5乘以这个刚才咱说的5.7或者11.4这样来算的，它不会无限的让咱们往里交哈。如果说咱们每一年都是挣6万5，然后挣了39年，不需要连续哈，就是累计哈，39年就可以拿到满额了。所以哈，这个满额是很难拿到的哈。不光是移民，他这个本地人也是非常难拿到的，而且他这个比例哈还逐年上调。咱们看底下这个哈，今年是5.7，明年就差不多要到6了，就涨得还挺多的，就扣得还挺狠的。所以说咱们这个中产阶级上班的人哈，背负着大家养老的这么一个重担哈，是相当痛苦的。但是呢，咱们现在这个退休的人能领多少呢？咱们看右边这个表格哈，可以看这个。平均哈，这个是7月份哈，今年7月份的一个统计数据，平均是700多块钱一个月。所以说不光是咱移民领不全哈，他们这个本地人也不一定能领全。满额呢是1200多。另外呢，这个 CPP 哈，这个统筹养老金，它有一些隐藏福利哈，这跟中国其实很像哈，应该说中国其实它也借鉴了很多发达国家的一些经验哈，它有一些隐藏的福利。比方说伤残可以领钱，就这个 disability 了，伤残了。平均的话是1000块钱左右一个月哈。那如果人不在了的话呢，配偶可以接着去领这个 CPP。如果说是这个65岁以下的话呢，是460块钱一个月。65岁以上呢，因为他已经有别的福利，可以自己的一些福利可以领了，所以就少一些哈。65岁以上的话是300块钱一个月。如果是未成年的孩子呢，还有22岁以下全职学生呢，可以领265一个月，所以这些都是有点相互调节的这么一个作用哈。还有一个后事的费用哈，差不多是2500左所以说呢，这个 CPP 哈是这个国家呢统筹养老是一个基础哈，是咱们一个保障的基础。如果说您从来没上过班哈，或者这 CPP 呢？就需要去寻找相应的养老工具，来替代哈。比方说分红保险呀，它可以提供终身的一个收入，还有这个年金呀，还有重疾保险、残障保险等等哈，去替代刚才我们说的一些属性哈。这个 CPP 呢，它还有一些特殊的规定，就还挺人性化哈。如果说是咱们曾经哈。照顾这个7岁以下的这个小孩儿，不管是亲生的呢，还是领养的哈，导致我们收入下降了，或者没有收入了，就可以申请这个哈，这个补助，孩子的这个补助哈。那这个补助呢，就是以我们照顾孩子之前5年的平均收入为一个基础，然后呢，给我们着补一下哈，补一下，因为那段时间我们这个收入少了，这 CPP 缴的就少了嘛，所以它等于给咱们补一下。那如果说是，尤其咱们女性哈，这个作为孩子主要的抚养人，老了之后去申请这个 CPP 的时候，就别忘了同时申请这个补贴。那这样的话，可以就是补上我们那个失去的一部分这个养老收入。下面呢，第四个叫公司养老金，这个曾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养老收入。前面我们看那个图了，差不多占了30%了。但是现在呢，已经越来越弱了哈。各种原因吧，公司不景气啊，或者整体它一个大环境的这么一个影响，已经逐渐的消亡了哈。基本上是分4种哈。第一种叫 RPP，注册退休金计划。那这个呢，一般是这种大公司才有的哈。大公司、大企业，还有这个政府，它是呢，这个雇主和我们一起去共款，然后保险公司统一去管理。它这里边又分2种，一个叫 DCPP，就是 DC，一个叫 DB。这两个呢，像 DC 的话呢，就是说我们往里边，就是我们跟公司往里面存钱，然后就是定额的去存一些钱。固定的去存一些钱，它是不保证最后最终有多少回报的，等于是自负盈亏的哈。这种还有一些哈，DB 呢，它就更厉害了，它叫定额福利，就是说我们往里面存钱，但是它保证的是将来我们能固定拿多少钱。
这就有点像大锅饭哈，有点像中国的那种哈大锅饭的感觉。只要这公司没破产，那退休咱们就有一个说好的这么一个收入，所以是非常牛的哈。有很多的那些政府呀，有工会的那种大单位都是这种，但是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的少了。下面呢，这个叫 PRPP，这个叫就是中小企业的这么一个共资注册的这个退休金计划，也是。我们双方往里边去存钱哈，这个也不是很多了现在。然后还有一个叫 DPSP，这个叫延期利润共享计划，这个其实是只有雇主去供款的哈，这个特别的好，但是基本上像这种比较好的事儿哈，基本上已经没有了。那现在主流的公司呢，一般的公司呢，都给上的是这叫 Group RSP，叫团体的注册退休储蓄账户。那这个呢，一般来讲就是咱们个人交多少钱，然后呢，公司补一部分，1:1的去补，我们交500，公司补500，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政府，一个公司福利的一种性质哈。那第五个呢，叫退休储蓄账户 RRSP，那这个呢，其实就是说，跟我们刚才那个公司的那种哈，公司给交的那种，其实性质和规则是差不多的哈。只不过是谁来开这个户，谁来交钱，那他们共享一个额度，这个额度呢是我们上一年报税收入的18%，作为他这两个账户，只要叫 RSP 哈、啊，不管是公司上的还是我们个人上的哈，他共享这个额度，那他上限是29,000左右，那如果我们存超了，存3万块钱了，那他就要罚款，1个月1%的利息哈，这非常高哈，所以一定要避免这个哈，刚才呢。咱们说的这额度是共享的哈，可能公司给我们上了，比如说1个月，这个500块钱，那用掉一部分额度，还剩一部分额度，我们是可以自己自行去开这个账户哈，可以自己在银行啊、金融公司呀、保险公司去开户，选投资产品进行投资，当然这些都是自负盈亏的了。这个账户呢，就是 RSP 哈，它是这个加拿大的这个福利账户，三大福利账户之一。它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减税的工具哈，而且它是砍头减税。我们都知道加拿大这个税哈，是一阶儿一阶儿像台阶儿一样啊，挣得越多，交的税越多。那这 RSP 呢，就是从上往下砍，砍掉最多的部分。举个例子，我的最高税阶，最高的那一阶儿的税阶是50%。那如果我存29,000进去的话，退税就可以给我退掉一半，退1.45万。那这个感觉特别合适哈，我这个29,000存进去的钱呢，就当我没挣，当年不用交税，或者是说把税再退回来哈。总之这部分税不用交。那我们需要注意的是，在加拿大呢，不是说您交税越多，您的福利将来拿的就越多，它不成正比，它是一个劫富济贫的这么一个性质哈，所以钱只要交给税务局了，基本就拿不回来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每年，对于我们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讲，减税的最重要的工具就是存这个。我们会去帮客户去计算一下，您是需要存多少更划算，也不一定是要存满，一般就是存在那个台阶儿的那个上阶儿那儿哈，是最划算的。包括您有没有买房啊、卖房啊等等，都会有影响的。所以呢，我们每年的税季，2月份之前就是主要给大家规划这个，还有就是帮大家去申请这个 RRSP 的这个贷款。有的时候我们不用自己的钱哈，可以借钱来去减税，将来退掉的就是退回来的税呢，我们可以去还掉这个贷款，或者是做其他的一些养老的规划，这样一钱多用哈，是非常划算的。那我们存在里边这2万块2万9呢，在这个账户里是延税增长的，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暂时不用考虑税的问题，但是有一天拿出来的时候，那就。不好了，拿出来的时候就要全额去交税，因为这个钱从没交过税。但是也是有很多方式去规划的哈，而且有3种情况是不算作收入，不用交税的。首先就是这 HBP 哈，首次购房计划。如果您是全球第一次买房，您可以从您这个账户里哈，最多取出3万5来，只是算暂借哈，它就不算收入了。分15年慢慢还回去，所以它这个也是一个福利性质哈。或者您去上学，这个计划叫 LLP，
您可以取2万块钱，然后分10年慢慢还回去，这都不算是收入哈。还有一种呢，叫配偶 RSP，spousal RSP，这个呢就也很有意思。一般夫妻两个人哈，比方说哈，这个太太不工作，先生挣钱挣比较多哈，那两个人的税阶是不一样的。加拿大的税是各交各的嘛，那这太太的税很低，先生的税很高。我们可以去让太太开一个账户，开这个账户，把先生的这个额度给他29,000给他用掉，然后呢，3年以后把这29,000再取出来，是以太太的名义交税，那这样不就能减税了吗？所以就是这么一个哈，它也会有一些细的规则哈。如果您需要，我们就是详细的再去探讨。还需要注意的是呢，这个账户里边，就刚才我们说了，这个钱一旦取出来了，额度就用掉了，再也不能恢复了。这跟我们后边说的那免税账户就不一样哈，所以有很多小细节哈，在这儿就不具体的说了。还有一个很大的规则呢，就是这个账户哈，不管您是公司开的还是个人开的，71岁的时候，这个账户必须要强制关掉，转成年金或者转成这个 REIF。强制的每个月从里面取钱，也就是说，政府不允许咱们哈，无限制的去这样去推迟交税哈，它是有这么一个规划。但是如果那样的话，我们就会非常被动了。所以在那个71岁之前，我们一定要做一些规划，看怎么把这个税能少交一些。还有就是，如果说我们不在了的话呢，受益人如果写的是配偶的话。那这里边连这个钱在额度直接就转给配偶了，这不用交税，非常好哈。但是我们中国人哈特别重视孩子，有的时候就说，那我受益人写孩子行不行啊？一写孩子那就很麻烦了哈。如果是给孩子的话呢，是算孩子的收入的，等于我们前半辈子哈一直在用这个账户去减税，哎，一直在推迟不交税哈，各种减，一生减税。一笔就还了，没准儿这孩子交的税更多哈，都便宜这个税务局了哈，所以这个也是要避免的。我们有很多的方式可以给孩子留钱哈，就是这块最好是写这个配偶是受益人会比较好一些。第六个呢是免税账户，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哈，这个是加拿大第二个福利账户，它呢就很简单了，它就是一个账户，18岁以上都可以开，也可以自己去开。自己去选各种的投资产品，然后呢，但是它有个额度，每年它有一个上限，这最近3年哈都是6,000块钱一个人一年。这个账户是09年开始有的哈，如果09年您就在加拿大的话，那截止到今天，您一共有8万多的额度可以往里存哈。但是如果咱们多存了，比如存9万了，那每个月有1%的这个罚款，所以这个也是要最好专业人士帮您看着点儿哈。这个其实有很多人都被罚款了，而且有很多人可能是在大的机构开的哈，可能都罚款了，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是，需要有人去盯着点儿的。那这个规则就很简单，收益不交税，也不需要报税，而且取出来的额度哈，跟刚才那个账户不一样啊。这个取出来的额度，第二年的1月1号会自动恢复，所以也是非常灵活哈。那这里边呢，假如说您做一个投资产品，它的回报率假如是6%的话，那如果跟一个普通的投资账户来比较的话，那假如说咱们的这个最高税阶是30%哈，那。您在普通账户做的投资的回报率要达到8.6%，交了税之后到手才是一个6%的回报。但是这里边您就随便做一个哈，它就是一个纯的6%了，所以这个差异是非常大的哈，而且是长年累月利滚利的这么一个增长差异是相当大的。所以咱们有钱先存在这个账户里，当然是在咱们额度允许范围哈，先存在这里，然后再存普通的账户。第七个呢，叫自带保险的保本基金 （Segregated Fund）。那这个呢，是一个保险公司的一个产品哈，我们个人跟公司都可以去从保险公司来买。它的本质呢，就是在普通的基金的外面加一个保险的壳，给它包起来，给保险公司呢来兜底，承担市场下跌的风险。
就是达到一个保本的效果哈，所以它叫保本基金。那它呢有两种保本，一个呢是人不在了它保本，一个呢是到期了它保本。那到期一般是15年哈，就比较适合我们这种做退休规划的时候去使用。保本也是有两种保本，可以保75%或者是100%都保本哈。上面这些哈，它都是有成本的，每增加一项保障呢，这个成本啊，就是基金的管理费呢，会增加0.5%左右哈，所以这都不是白来的哈，都得花钱。但是这个管理费其实花的也是很值得的哈，就像现在哈，市场波动是非常厉害的。那我们这个，如果是现在退休的话呢，那每个月是要往外取钱的哈。那如果不能保本的话，等于我们就是说浮亏变成实亏了，我们就认赔了，相当于啊，因为要卖掉一部分嘛。那损失是非常惨重的哈。那如果人不在了的话呢，那留给孩子的钱也少了一大截儿哈。那这里的损失呢，不光是说市场下跌导致的，还会有这个遗产的这些税费。那加拿大呢，虽然是没有遗产税哈，但是它有死亡税单，叫 final tax， 就是最后一笔税单。如果人不在了的话，那个资产是都冻结的哈，所有资产视同买卖，要交这个清算，跟税务局去清算这个税务，这笔钱是非常非常大的。咱们中国人哈，上百万是非常常见的。不光是说要花钱哈，还要走这个 probation， 叫遗产鉴定的这么一个程序。这也不是白走的哈，就是法院给咱们鉴定一下是不是有问题哈，这个要收 1.5。乘以咱们资产，那再加上会计费、律师费，那损失掉的就是总额的5%以上。如果咱们恰巧又没有立好遗嘱的话，那受益人可能要花几年的时间才能把这个钱拿走哈，真的就是费时费力又费钱。所以呢，咱们这个保本基金呢就不一样了哈，它跟刚才咱说的都是普通基金的后果哈，那保本基金它可以直接设立一个受益人。保险公司的产品都有这个特点哈，它可以设立一个受益人，直接把钱留给受益人了，那这样也能缓解这个资金紧张的问题哈。还有像这个保险公司的保险，这个保险产品啊，这个联名的账户，银行账户，还有联名的房产，包括刚才我们说那两个特殊账户 RSP 和 TFSA 那两个退休账户和免税账户哈，都是可以设立受益人的。只要可以设立，咱们就不用这么费劲哈。那第八个呢，叫终身收入的分红保险和终身年金。那加拿大有保本的三剑客哈，咱们中国人非常喜欢保本，但是加拿大保本的东西真的不多，只有三种：定期存款、保本基金，刚才我们讲到了哈，那个保本基金，还有分红保险。那分红保险呢，也是哈，个人或者是公司都可以在保险公司去购买的，缴费期是5到20年之间哈，人在一天就有一天的分红，它就可以有效的去替代那个 CPP，前面我们说的统筹养老金哈。保险公司呢也跟税务局呢是有协议的，可以让这个保险呢实现长期稳定并且复利免税的增长。咱们自己如果用不完这里面的钱呢，还可以免税的传给孩子，所以它是这个退休规划、遗产规划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哈。那我们举个例子说明哈，我们看右边这个饼图哈，这是某公司的分红保险这个资金池。那钱进去之后呢，由保险公司统一去管理。这里边有50%到80%是固定收益的产品，就是固定给收益的，像债券呀、放贷呀、贷款给别人、私募的项目之类的哈，还有房地产，只有10%呢是到股市里的，所以它是非常稳的哈。会有一些我们普通人接触不到的优质项目，像是渥太华的这个轻轨、太阳能发电站等等哈。那这个资金池呢，其实也是非常悠久的哈。比加拿大历史还长，将近180年的历史了哈，也是经历了无数个动荡哈。像现在大家很多人都很怕这个经济危机啊什么的，其实这个资金池呢，它已经经历了 N 次的金融危机了，2次世界大战、
三次金融衰退哈，但是它依然是屹立不倒哈，非常的稳定。最近30年平均的回报率呢，可以达到8%，而且还特别省心哈，省心省事省力，也不用操心，市场是不是又跌了呀，或者是租客不好打交道呀等等。所以还是我们中老年人一个比较稳定的保守的这么一个投资选择。那还有这个终身年金，那这个呢有点像这个封户保险倒过来哈，就是我们拿一笔钱交给这个保险公司去做投资，然后呢按月或者按年去领这个收入，相当于是一种博弈哈，咱们和这个平均寿命去搏哈，看看是不是可以，像这类产品都是活得越长，那就是每年都是有收入的，越长越划算。但是这个年金呢，一般建议购买不要超过咱们这个储蓄的20%哈。那说了这么多，其实就是想让大家呢，现在就行动起来，然后开始存这个养老钱哈。我们越早开始，就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，让这个资本去积累、去增长。那我们看现在这个图哈，假如您65岁的时候计划想要拿10万块钱做这个退休哈，补充退休。那假如您45岁就开始投资呢，您前后边有20年哈，你每个月存220就够了。如果说这个咱们假设回报率6%哈，保守一点。那如果是55岁再开始投资的话呢，我们每个月要花610了，因为我们的时间也变短了嘛，只有10年了。所以每个月存的这个额度呢，就要翻3倍啊，就更困难一些哈。可以看出呢，如果说我们想尽早的实现这个财务自由呢，有这个舒适的退休生活，就得赶紧行动起来。好饭哈不怕晚，咱们就是抓紧的这个行动起来。犹豫的时间呢越长，赶上进度需要时间久，代价就越大了。好的。今天呢，我要讲的呢就先这么多。这个是咱们一个理论的东西哈。然后下一期我们下集会讲实操部分，就是我们到底怎么去做这个养老计划，然后养老计划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哈。